你早，今天2018年9月18号星期二啊，我们今天录影直跟直播的分为第一个啊，精彩539开奖报告，这是第一条。第二条，台北美食社长早餐，台北美食社长早餐，这是第二条。第三条呢，我们今天要洗澡，就没有去采访新闻啊，就是采访。第四条呢，就是聚集台北直播台北美食社长午餐啊，今天是台北美食社长午餐，在台北的台糖餐饭店，在中华路台糖饭店，一个人350，一个人350啊。这个第四个呢，我们预计下午就跑到新北市直播新闻啊，新北市那个金发局啊有一个啊这个新闻啊，就是直播新北市金发新闻。第五个就录影了台北美食社长晚餐啊，台北美食社长晚餐，各位啊。然后第六个看看有没有街头艺人。那今天是分录影直播，所以的新闻预告活动。